观众不可以上舞台，只有记者、摄影师可以上去上舞台，观众不可以上舞台，危险。好，我们请观众下来，因为舞台车承重重量有限，好像危险。只有摄影机跟那个记者可以上舞台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其他都不可以。看到了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是一个龙的图形啊。我们中国人说龙是最吉祥的，在这个3D 的龙啊，大家看它的身体慢慢在旋转。生日快乐！好的，那我们的妈祖呢，用普
降甘霖的方式的慢慢慢慢的来为大家祈福，那么也回到我们的地面当中。这是我们在这个阶段最后一个展演的图形，就是我们圣言版的妈祖。大家是不是来一个热烈的掌声给我们新舞团队一个热烈掌声的鼓励？所有的飞人无人机的团队来点热烈的掌声，谢谢他们为我们第一个T4的表演带来如此丰富的表演。我们呢，在我们的无人机慢慢的降落的时候呢，会场的灯光也会慢慢的在升起，因为呢，我们紧接着呢要接下去的呢，接续的是我们这个路跑部分的鸣枪的部分，所以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的长官、我们的贵宾、主委。我们是不是到我们旗袍拱门那个地方哈？因为今晚狼群将就贼，所以我们要慢慢走过去我们的旗袍拱门那里哈。然后要麻烦我们的舞台车帮我们把灯光亮起，也麻烦我们的这个贵宾们，还有我们参加路跑的朋友们，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6:55喽，我们还剩下5分钟就要准备起跑了。邀请我们的贵宾，是不是往我们的这个旗袍拱门，哈，旗袍拱门、充气拱门这个地方，一样上到我们的鸣枪台，哈，到我们的鸣枪台，我们准备。